Hello， 大家好，小云同学。大概在3个月之前呢，我新入手了一套徕卡最新的 M 系统 M11，再加上这支徕卡35F2AA 的这个双 A 镜头啊，组建了这么一套徕卡目前在 M 系统上最为优秀的，画质最高的这么一个标准。正好到现在呢，这台相机呢已经发布了1年了。那一年以来呢，这台相机呢，其实它引发的这个话题呢，并不是特别的多，还不如在去年秋天的时候，徕卡重新发布了 M6 的那台复刻版所引发的这个话题。那为什么在发布一年以后，我要重新再新入了这么一套系统呢？主要呢，一个呢，我是想看一下，这台新的这个系统呢，它到底能够达到怎样的这个画质水平？那第二呢，想看看这一代的这个改进和以前到底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之前呢，我们都是用这个云评测啊，看指标、看数字，来讨论这台系统到底究竟值不值得入手。但是只有真正的自己入手了以后，你才会知道到底它合不合适自己。那为了节约大家的时间，我先把结论抛出去啊。首先，这套系统它真的是目前所有在售的徕卡数字系统里面最优秀的一台之一。第二呢，它真的唤起了我往日使用这个 M 去扫街的这种热情和期待。首先，这次最大的一个升级呢，它 CMOS 升级到了6000万像素的背照式的 CMOS。之前我做过一个视频啊，我也聊过说高像素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意义啊。其实 M9 的1800万像素 ，M240的2400万像素，其实对我来说都已经够用了。但是呢，6000万像素有它独特的这个好处，它很方便裁剪，就是我可以把35毫米的这支镜头，我把它裁切成50毫米甚至75毫米的这个镜头，还不损失画质，不损失它的这个尺寸，依然可以进行一个输出。那么第二呢，当你不需要6000万像素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尺寸的时候，它可以调整为3600万像素，甚至调整为1800万像素。哎，这个是以前在徕卡机身上从来没有过的啊。我们可以在 JPEG 的输出的时候选择一个大的，或者选择一个小的。现在 DNG 的 IW 的格式，它一样可以选择一个大的，或者选择一个小的。尤其是在选择小的或中等的这个尺幅的时候呢，它的宽容度还会增加一档啊，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那第二个变化呢，是我们知道我们以前的这个徕卡的相机呢，它都是有一个底盖的啊。我们要把这个底盖拿掉以后呢，我们才能换胶卷，我们才能存取我们的卡片、我们的电池。对，非常的古朴啊，非常的古典。但是这一代相机呢，它没有了个底盖，那么这样的话呢，它的一个优势就是我直接通过这个开关，我就可以把这个电池给拿出来了，我不需要这么一个繁琐，然后它的卡片呢就在电池的里面。当然你现在要拿卡片呢，你就得先拔电池，但是呢它现在旁边多了一个 USBType C 的这个接口，你其实不用拔卡，你就能够直接直连那个电脑，把那个照片给读取出来。所以呢，它在这个底盖的这个问题上面做了一个简化，这样更现代了一点。它和 SL 和 Q 的这个模式是一样的了。这也是很多人诟病的原因，为什么不考虑 M11？ 就是觉得你没有底盖啊，你没有灵魂啊。你的传统被丢失了。徕卡的这个产品总监呢说，他接到了很多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的这个要求，是要按应他们的要求呢，把这个传统的这个底盖换成了现在的这么一个存取方式哈。Look at the first look,
nothing changed, or very little only. So we did a few refinements here and there on the rear, that the screen and so on. But the biggest change from outside design is maybe on the bottom, because after 107 years, we skipped the bottom plate. You're very brave. Yeah, but we got a lot of feedback from users that they want to have a quick access to the battery. They want to have a quick access to the SD card. By also adding more power to the battery became bigger, and there was simply no space anymore to accommodate it in another way. 那是不是这样？有待商榷啊，有可能它是假托的这个名义。但不管怎么样，它的这个底盖底部的这个设计呢，会变得更加的便捷，更加的现代，而且我觉得也是比较的是个未来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有底盖的时候呢，会觉得说，哎，它还是很平整的，这个底盖就会很平整。但是呢，这个呢，上面就会有开关、有卡槽、有电池的这个接缝，啊，这个就没那么简洁，就不那么莱卡。但是呢，我真的是承认啊，没有了底盖以后，我存取电池、我拔电池、我拔卡的这个速度要快很多。而且它不会有个多余的这个备件，比如说我要把这个底盖拿下来以后，我得找一个地方先放着，不行的话我得手卡着，手卡着以后呢，我再能去读取这个存取这个后面里面的备件啊，的确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那第三个变化呢，是它这块电池。这块电池呢，这个摸上去的这个材质呢，像塑料做的啊。它的这个电池的容量呢是1800毫安。我手里的这台 M9 的电池呢，它的容量呢是1860毫安。体积上就觉得好像 M11 的这个电池的这个容量更大，实际上不是啊，它1860毫安，它1800毫安。但是呢 ，M9 的这个功率呢，它只有6.9瓦时，也就是7瓦时。而 M11 的这块电池呢，它的这个功率达到了13瓦时，也就是说 M11 的这个电池相当于 M9 的这两块。所以我们以前在拿着莱卡去扫街的时候，基本上我是不可能只拿一块电池出去扫街的，基本上都是要备2到3块电池去做备用，然后当中要换一块电池来做一个备份啊。但是呢，现在不用了，1800毫安的13瓦时的这块电池呢，足够你用一整天。我这两天在天天拍摄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深有体会啊。这块电池在这台机器上，我正常拍摄，我没有做 live view， 我没有非常频繁的回看哈。基本上我半天扫街2个小时，它耗电呢，基本上是在15%到20%。也就是说，这台相机你从早扫到晚，你扫10几个小时，你才能把这块电池耗尽。那更何况呢，你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呢拿充电宝直接对这块电池进行充电，然后吃一顿饭，然后电就又充满了，然后你下午就可以继续扫街了。那在我这3个月的使用过程当中呢，没有一次是因为电量耗尽导致的这个故障和风险。然后往往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我电池还没耗尽，我的体力已经耗尽了。我基本上这个生病以后，特别是生病以后啊，这个体力就大为不行啊。基本上这块电池的回来还有75%的电啊，所以我对这块电池的这个续航能力真是大为赞叹。你不会再有续航焦虑，所以你不需要另外再备一块电池。一整天的扫街大强度的拍摄是绰绰有余的，除非你一直在 live view 啊，一直在回看，那比较费电一点。还有一个重大的这次升级的变化呢，就是它的这个测光的方式。我们以前的这个莱卡的这个测光呢，基本上自从它有测光以后啊，从 M5、M6、M7 啊，它基本上都是同一种方式。打开的这个相机了以后呢，你会看到说，
它里面呢会有18%的这个灰还有纯白，然后通过镜头里面的光的这个反射呢来读取的这个这个测光的值啊。那么这个测光的这个方式呢，这个它的实现呢还是比较简单的，它比较简单，相对来说还是够用的。但是现在呢不一样，这台相机呢它用了一台背照式的 CMOS 了以后呢，它现在改变它的原来的这个测光的这个模式。我们打开了以后，它里面是没有灰颜色的那个反射板的，那么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它直接用整个 CMOS 进行测光。所以我们打开这个台相机的时候，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那么这会导致什么问题呢？换句话说，我这台 M11 呢是不能即开即拍的，它必须大概等待0.5秒左右的时间哈。它现在开机的时候，它需要先把快门机构打开，实时的对外界进行 CMOS 的测光，然后我在按快门的时候，对，大家听到的这个不是一下快门，这个其实是有三下，一个是把快门先关掉，然后再打开拍摄取景拍摄，然后再关掉，再打开重新测光，有这么一个比较繁琐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之前我记得几个月以前，学长还专门到徕卡店去探访了一下，去亲身感受了一下这个变化给我们拍摄带来的这个影响和反应。那我拿到手的这三个月的这个拍摄的体会来看呢，就是它的确存在，你不能忽略这个快门机构的不停的这个动作的这个存在，但是呢它并没有影响或干扰到我们的这个拍摄，所以有一些影响，但影响没有那么严重。有些人呢他是可以接受这样的影响，但是有些人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影响，所以就看各位了啊。它的新的这个测光模式呢，包括区域的测光、重点测光、中央测光，还能够保留高光等等等等，这些全靠 CMOS 的本身的这个测光的这个功能是去实现的。这个呢是在以前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我现在拍下来，我可以告诉大家说，这个变化有影响，但没那么严重。你的身体和你的心理是可以去适应这个变化的。那下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它的一个材质的一个变化啊。那么这次推出的 M11 呢，它银色的呢是黄铜的顶，黑色的呢是铝镁合金啊，和上一代一样，但是它的涂装是不一样的。上一代是黑颜色呢是涂铬，当你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它的边缘呢会被这个黑铬会被磨损掉，然后就会露白，因为它里面是镁铝合金的。那黑机器露白呢，我们觉得不好看不优雅。黑机器的它应该露铜是吧，这个黄铜和黑漆呢才是绝配啊。那么现在呢它的这个涂装就换掉了，银色还是那个样子，但是黑色的话呢它换了一个叫做耐磨的这个油漆料啊，它很耐磨，然后呢它就不会轻易的在边上出现这个白色的这个白边。我觉得这个变化会比较明显一点，它真的不是镀铬啊。黑色版本呢，它是比这个银色的版本呢轻20%，这个很重要。我当时就一听，我掂量了一下这个黑色和白色，我立马就选了这个黑色，因为真的是轻了很多，轻意味着我可以带着它走更远的路，拍更多的这个照片，因为负重对于一个街拍的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更何况我现在这个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时候呢，这个体力大不如前的时候呢，它能轻一点就是试一点哈。那最后呢，我要聊一下这支镜头啊。那么这支呢是这个35mm f/2 AA 的这个镜头，那么这支镜头也是徕卡到目前为止啊画质分辨率最高的最优秀的一支镜头。这支镜头和之前的历代的35mm f/2 的这个镜头来相比呢，尺寸也差不多，但是它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它现在可以最近对焦推进到0.3米了，
那零点三米对我们的拍摄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我经常可以去拍，比如说小动物啊、特写呀、拍菜呀，这些我以前用徕卡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么一个功能，它可以实现一部分的微距啊，然后在微距的模式下，它的景深可以变得很浅。但我不能不说啊，这支镜头真的是非常的优秀，非常的优异。有了这支镜头啊，其他的就几乎不需要再考虑。它是我现在这台 M11 的日常挂机的头，它的分辨率配合它的这个高像素的这个画质啊，成像的这个体验呢，几乎很接近于中画幅的数码相机的这个体验。所以我说，哎，有了这台以后，我那台哈苏907是不是又要吃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台相机从 ISO 原生的64开始，一直可以推到12800。12800的时候呢，彩噪是很小的。我上次给他看到一张照片啊，都会有一些明暗的这个噪点。那这些噪点呢，也是很正常的。但这些噪点全部你把它缩小，在手机上看呀，小屏幕上看呀，你几乎就看不出来了。所以它画质非常的干净，夜景非常的干净。哪怕我是用 F2 的这个镜头，12800的这个 ISO 去看。另外呢，它这台相机的这个颜色呢，实际上是和上一代有明显的这个不一样啊。然后这台相机你原生的这个照片导到那个Lightroom 里面以后呢，它专门有一个 M11 的 profile。那么这个 profile 呢，它在它的这个解的过程当中呢，它的这个品啊，就是洋红的那个颜色呢，往往会加19。就我就很奇怪啊，就是所以很多人就反映说 M11 拍出来的这个照片呢往往会偏红，而那个 M10 的这个照片呢往往是偏绿啊。这个是两代不同的这个 CMOS 调教的这个方式的这个不同，我觉得这个都不是大问题啊，因为颜色一旦你输到电脑里面去了以后呢，基本上你是可以随便调了呢。对，当然我们是要讲究一个准确性的话呢，它大家要注意，所以这台机器的这个颜色是需要校正的啊，它不是出来像 M9 啊，这个颜色哇，还挺 OK， 它呢是明显的是偏红的，你要把这个品这个拨杆要往回拉一点，我才能行啊。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 M11 的这次升级，以及它所带来的一些变化，以及对我们拍摄的这个意义啊。我还是想总结一下它最大的这个感受，就是我重新拾回了街拍的一个这种乐趣啊。这种乐趣是在于不断的去发现和捕捉街头瞬息万变的那些人、那些物、那些事情、那些角度啊所产生的一些关系和关联。而这台相机真的是一台非常趁手非常好的一台工具。如果你不介意它的这个缓慢的这个开机，以及多了一些动作的这个侧光和快门的这个声音的话呢，那可以说它是非常完美的啊。那么当然我并不是说 M10 从此就不香了， M10 也是很香，那哪怕你我现在用 M9 一样能输出非常漂亮的这个作品啊。这个跟心情有关啊，跟相机其实没有关系，相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拿到这台相机的时候，我并不是像我第一次买到徕卡 M9 的时候那种兴奋、那种激动，我就说哇，这辈子我终于买到一台徕卡相机，我可以用它用一辈子，这种激动的、这种兴奋的这种状态其实并没有。当时代和技术不停地往前走的时候，那徕卡它必须顺应市场和时代的这个变化，也不断的去推出新的这个产品。然后它为了推出新的产品，吸引新的这个用户呢，它会往里面增加很多很多的功能啊，新的这种技术、新的方式、新的镜头、新的元器件。那么，这对徕卡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使用徕卡的老用户又意味着什么？
可能很多人他并不会去仔细去思考，他会觉得说，那六千万像素真的就是比四千万好啊，数码相机买新不买旧啊。嗯，对，但他莱卡之所以是莱卡哈，它的一些改变，它会影响到未来。从这台相机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莱卡的一些想法和思考和选择。这个就好像我们经常听到的修昔底德的那艘船一样哈，慢慢的，这里换了一块板，那边换了一块板，整个航行过程当中，所有的板都被换了一遍。那么，哲学家就问：那这艘船还是原来的那艘船吗？我们的 M 也面临着同样的这个问题。虽然现在我们看它的外观还是保持了这个传统的这个风格，但是它慢慢的，对于胶片相机来说，它的过片扳手没有了啊；对于传统的这个相机来说，它的底盖没有了。再过段时间啊，它的这个黄斑对焦可能就更加先进了，更加方便了。他现在可以拍微距了啊！他以后怎么样怎么样？他会变得更加的智能化，他会变得更加的这个电子化。当整个系统一个个从原来的这个纯机械的这个状态变成了一个纯电子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它就不再是原来的 M 了。当年我们知道，莱卡的 M 呢，它这边是有三个窗的，但 M240 的时候，这块采光窗就没有了。当时取消这个采光窗的时候，大家都一片质疑说啊，莱卡你的灵魂没有了，你把老祖宗留下的那个结构给改变掉了。那么这次把底盖取消掉，同样也是引起了一片质疑，说莱卡你的灵魂又没有了。你又少了一片灵魂，你把底盖给取消掉了。接下来呢，下一步是取消什么呢？很显然，我们会发现莱卡在改进和推进这个 M 的这个相机的设计的时候，它是往越来越自动化、越来越简洁的这个方向去发展。简洁到最后呢，它就是一台高度电子化的，但同时又有一定的这个手动功能的这么台相机。我们再也回不到机械相机的这个传统里面去了，我们只能在这个数字化的这个道路上越走越远。在不远的将来啊，人工智能肯定会介入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数码相机里面去，我们可能只要负责按快门就可以啊，然后 AI 会帮我们生成更漂亮的这个照片。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悖论和问题。在现在，在当下，在 M11 推出一年的时候，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就是，不管喜欢和不喜欢，不管我们接纳还是不接纳，莱卡和它的 M 系列产品，它永远它会往前推着走。我们这代人可能我们会喜欢机械相机，喜欢 CCD 的这个相机，但是这个世界这个市场它不是以我们的喜好为一直为转移的，所以我们对 M11 所有的批评实际上是对已经逝去的那个时代的向往和留恋，而我们对于未来我们是不一定能知道它会变成啥样子，所以我们存在的一定的恐惧。我们这些老用户，我们希望它停留在它原来就很好的那个部分啊，无非就是啊，你像素高一点啊 ，ISO 的表现再好一点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做这么大的一个革新，一个眼镜革新到我连底盖都不见的那种状态哈。但是这个不是我们能定的啊，这个是这个公司依照市场的这个想法和需求做出的一个策略和抉择。那么，我们不管他做的对还是不对，我们只能去我们只能去期待说在未来他能够给到我们是同样的体验。所以呢，我们每次莱卡推出新的产品的时候呢，都会存在着很大的一个争议和想法。那么很多人呢都会嗤之以鼻，都会吐槽啊，都会骂。但是呢，
想买的人呢还是继续会买啊，然后对我们这些老用户来说呢，真的是非常大的一种心理的纠缠，说新相机还真是不错，但它有一些东西没有了，它会引入一些新的不属于原来 M 所有的那些特性，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接纳它？这是摆在每一个用户面前的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然后我的结论是，不管 M 变成什么样子，只要它有助于我去捕获瞬间、捕捉生活，它就是一台好的相机。我会努力的去适应它，然后我会努力的去理解它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也会努力的去跟上这个时代的这个步伐，来说哇，现在 M 居然可以这样了。 OK， 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三个月我在拍摄和使用这个 M11 的过程当中所考虑到的一些问题，然后可能会比较散乱，比较零散啊，大家多多包涵。那么后面呢，我会多尝试一些M11 的一些特性，给大家看一下这台相机究竟是不是我心目当中的那台理想的那个相机，它距离我们的理想的 M 还差多远，或者说它已经 overwhelmed， 它已经过头了，是吧？好，那么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次见，拜拜。